大众所不需要什么？维纳华尔兹是不是大家在看到就是一直在边移动边转动，一直在边移动边转动？所以我们在重要时候是不可以丢失这种离心力的力量去移动。离心力怎么来？怎么来？我们刚刚才说过，一个小时之前才说过，离心力通过身体的对抗，通过身体里面对抗以及你身体位置的反向对抗产生的离心力。但这还远远不够，这还只是在华尔兹当中产生的离心力，在维纳华尔兹中的离心力要比这个强十倍。所以这种离心力呢，不光要你跟伙伴产生，你跟你自己也要产生。也就是说，不光我们两个人产生这种离心力，不光我们两个人要这样，这两个人是肯定需要的，而且你自己也需要。也就是说，你自己也要产生这种离心力，不光是你跟你伙伴，你自己也要有。所以自我的离心力加上跟伙伴之间的离心力，双重的力量在一起，才能形成维也纳华尔兹的大的摆荡、大的移动、大的倾斜。所以大家在跳的时候最容易产生什么呢？要不然只有自己，看我来模仿一下，我不用大家跳，我脑补一下就差不多，大概知道大概知道大家怎么了。要不然只有自己的，要不然只有伙伴，就是这两者大家只取一的，要不然只有自己，只有自己，只有你跟你自己的离心力，跟伙伴没有任何，要不然呢就跟伙伴有关系。这个最多。你们去回忆一下，你们看别人跳的时候是不是这样？你回忆回忆。所以我们在跳维纳华尔兹的这种离心力是两者要兼得，跳维纳华尔兹必须要有这两者：第一，你跟自己的离心力；第二，跟伙伴的离心力，在你跳的过程当中缺一都不可。当有了这两者，你才能有大幅度的去移动和摆荡。首先你要产生的是自我的离心力。自我离心力哪里？自我的离心力是从腿和上身的一个离心力，也就是说你的腿所去的方向可能跟上身是反向的。就像我们刚才跟伙伴一样，我们外表所表现出来的是在两个人在对抗，但实际我们的身体里面在互相给对方能量。所以你自己在跳的时候，单人的力量也是这样，当你的腿在往前面去移动的时候，你的身体可能不跟腿是一个方向，华尔兹可能跟腿是一个方向。刚才我们跳右腿，我再说一下 three， 我的右腿在前进，我的身体通过转动会找到腿去的方向，对不对？这是华尔兹，但维也纳不是。维也纳可能腿在往这个方向去，身体在往这儿，所以身体在经过外面的方向去，最终来和腿汇合在一起。也就是说，腿跟上半身的出发点不一样，但结束也是一样，明白什么意思吗？来，比如说，他是上身，我是腿，我们俩共同要到达那个终点，只不过我往右边走，他往左边走，最终我们俩到达同一个地方，明白什么意思吗？所以在维纳华尔兹的时候，尤其是前进方，尤其是男士这个前进方，你必须要让你的整个左半边的身体。从腿的外侧，经过大腿，经过膝盖，经过整个左半边的空间，切记不要让上半身往右腿上去。就像我们今天早上说的，无论你的重心在左腿在右腿，你的上半身都在靠左的位置，所以你的方向在左侧去，是在我到达高位产生摆荡和倾斜这个时候，我的身体力量在往里，上半身空间在往外才能有。如果你往里面了，所以这边还有吗？再走 1,2,3， 好，就回到了老样子。所以来，同学们，我希望大家在跳，因为我们大家继续跳右转，我希望大家看右转的时候，不管男士和女士，先找好你自己个人的离心力。女士也是一样，女士离心力在哪里？在你的重心腿的右侧，重心腿的右侧，从右侧去往左边产生你的离心力，从右往左边这边的离心力。所以让他来做一次，大家注意看，他在后退的时候，准备他在产生这个力量的时候，是先自我的离心力是他的腿的方向跟身体是反的，从他的右腿发力推动到左腿，但他的身体是反方向再去产生这个离心力。
然后再跟五瓣产生的心力，是五瓣什么？身体在找五瓣，方向在往外扩，跟五瓣产生的心力，所以依此来循环。后退也是一样，男士在后退，我会先产生我自我的内心，自我的心力不是转，是原地在转。离心力是什么？刚才我给大家说的是什么？离心力是你的力量在外面，但是集中在里面的力量。也就是说，你不是在自转，你是在公转。所以我们在并完脚以后后退，我男士不会自转，而我会让我的身体引导我的五官从外圈走。那两个人是从外面的这个，你看我们两个头，如果我感觉这样子的，那我们俩头在哪里？我们俩头放在哪？头在外面甩的。但你跳舞不需要这么夸张，所以你在跳舞的时候，你要感觉你自己的头在外面走，最外的外缘，身体反而走内缘，头、脖子、上半身空间在走外缘，让我们不要走最短的路径，走最远的路径，而反而身体和腿走最短的路径。也不是说就不移动了，腿当然要移动，只不过不需要从外面绕一圈这样。知道吗？步伐是直接踩到中心的，只不过上半身的空间走外面。所以当我们在后退的时候，我不会直接走最短路径，我会走最外面的圆。所以我从外面到后面的，于是也从外面到前面的。所以我们产生了这种离心力在前进。我们的上半身要走最远的路径，下半身呢最近的路径。所以首先我们来说上半身，上半身最远的路径，也就是说你的上半身不要直接去终点，绕一个圆回来，越远越好。所以当你在并完脚以后，比如说女生在后退，在后退了以后好像你在前进，前进的时候你的脚，你的右腿一定是往斜前方走，对不对？但上半身记住不要直接往前，把你的上半身感觉到不到他的腿是不是往那个方向去，对吧？他的头要经过我这里来，经过我看，走，经过我，看到了吗？最终他才到脚的那一方。也就是说，我要感觉把这边的墙摸一遍，来跟我握个手，跟我握个手，好，走。当你握遍了这边的手，摸遍了这边的墙 ，and one。这样才能产生离心力，离心力就是这么来的。如果你走最短的路径，只能代表你有移动力，没有离心力。你如果你直接跟腿走，哇，很好，也不错。但放在维也纳华尔兹里面不行，放在华尔兹里面很好，移动力，哇，非常好。华尔兹老师不会这样教你，你跳华尔兹，一二三四五六，没有老师不会这样教你，任何一个老师。不会这样教的，维也纳华尔兹必须要这样。比如说，这是一面墙，正常来说跳舞摸不到，我站那边摸不到，但我跳舞的时候，我会摸到这面墙再去做。所以你的身体是经过了外围再向前的，而华尔兹不需要。华尔兹，你看我站那边摸不到，摸不到就摸不到，就直接向前摸啊，就很好，你就已经非常好。明白什么意思吗？不管男士女士都一样。所以女士你们在前进的时候并完脚，这是那种墙，走 ，and 1 2 3，明白？一定保持你的身体从外缘去移动，外缘。当中的摆荡结束以后产生的倾斜是为了结束这个动作，对不对？比如说我在摆荡 ，and 1 2 3，摆荡上去，当我摆荡到这个高度，我是不是往这边来倾斜，来结束这个动作，对吧？维也纳华尔兹不结束，维也纳华尔兹的摆荡和结束的方，摆荡的方向和结束的方向是同一个方向。也就是说，如果华尔兹的摆荡力量是往这边是摆荡，那么倾斜结束点应该在这儿，摆荡倾斜结束，对不对？女士也是一样，摆荡往这儿，结束倾斜在这儿，摆荡结束，是不是？那么维也纳华尔兹摆荡点。倾斜点和结束点都是同一个方向，明白什么意思吗？可能同学们没明白，可能点头了，眼睛眨一眨，明白？
刚才我们说了，外围这个是离心力，当产生了这个离心力以后，我的摆荡、倾斜和结束点都在一个方向，我不会倒回来，我不会像华尔兹这样 one two 去倒回来，那我倒回来还得往后走，走出去了。所以我的摆荡力、结束力量、倾斜力量都在一个方向。比如说在 one two three 再往这边走，我的能量再往那边去，再往我的目标方向。那后退也是 one， 我往这边摆荡，不代表我要结束在这边倾斜，我往这边摆荡，倾斜也在那边，结束点也在那边 two three one， 看到了吗？所以这个能量是永远不结束的，不像华尔兹，华尔兹要结束，华尔兹是一定要结束 three and one two。结束 one two， 结束 one， 是要结束，要 stop， 要把这个力量收好，放下来，收好二就是 one， two 收好，结束 one， two 收好结束，维纳不结束，维纳是 one two three， two two three， three two three， four two three， 维纳是一直在往外走，往远走，不会有任何一瞬间停留。你看到好的选手在比赛的时候，他们是不是很流畅，力量很大？一二三，二二三，三二三，可能没到一个八拍就已经走了两条线了。所以这个就代表你的力量千万不要往倒回来，千万不要倒回来。华尔兹的所有的结束点都跟摆荡方向是反向的。华尔兹的结束摆，一般来说摆荡往左，那一般结束倾斜是在右，结束在这边。如果你要是进入下一步，我重新再发力，哇，但是维也纳华尔兹不能重新发力，一个力量是贯冲到底的，只要你发了一个力就是一劳永逸，明白什么意思吗？你发了这一个力量它一定要到底，不会在中间停顿重新再发力，除非你换左转也可以，除非你从刚才我们跳的右转换成了左转， OK 没问题，停顿一下再重新发力，但只要你在跳右转没换的是前提下，一直是这个力量一二三二，所以我跳半圈，大家看我在跳的时候有没有任何的一瞬间我是停顿下来的，我不会停顿下来的。比如说四五六，我从第一个现在开始发力，这一个力量是一直通到底的，只要我不换一直通到底，我跳到那个门的那个地方我换，我才会把那个力量停下来，只要我不换它。八二三，一二三，二二三，一二，二二三，一二三，二三一二三二二停，一二三二二一二，只要我停下来，维纳华尔兹什么节拍？一二三二二三三二三四二，多快！华尔兹是 one two three and one two three， 可能华尔兹的一个 one two three， 维纳华尔兹两个 one two three， 所以速度比较快，再加上他的步伐又比较频繁、单一。所以你的身体的能量和你的离心力要不调，也就是说我们要在华尔兹的基础上去放大来跳。哦，我所指的放大是这个离心力，不是所有大，不是架型也大了，身体也裂了，该怎么架型该怎么移动还是一样，只不过离心力量大，也就是说我的离心力会在哪里，我离心力会从我的身体里面和单人，我自己自我的单人的那个离心力，和我舞伴的我自己的离心力。所以你看，比如说我跟我的舞伴单独跳自己的离心力，会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one two three， 这是我个人的，这是我个人的。双人的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one two three four five。我整个力量是跟我的伙伴在敞开这个空间，所以千万不要跳着跳着，打个比方啊，一开始是这么大一个圆圈，跳着跳着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one two three four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one two three four one two three， 看到最后两个人变成搅在一起了。所以跳维也纳华尔兹最忌讳的，大家注意，跳维也纳华尔兹最忌讳的就是两个人跳着跳着慢慢慢慢慢搅在一起，漩涡一样搅在一起，漩涡最大的那个圈，然后转转转转转转成最小的一个圈，
你要永远保持那个外的大圈。所以左转来，后面同学可以到前面来，到这里，我往这里跳。如果我们在跳左转的时候，等一会儿我们这样跳左转，等一会儿我们也是三组，我们这样跳左转，也是在这里大号起步。一二三，换左转，先跳一个右边的鬓角高位，再换成左转。因为我们直接向上前，节奏是不太好。我们先跳右转，一二三四五六，一二三，男士后退，因为左转男士必须要在一二三后退，二三起，就是重拍向后，后拍向后。那么左转的时候，我先直接说左转。左转的时候，我必须要看到你们两个的舞伴的耳朵、脖子和两个胸口的第二中心，一定是在任何时间不重叠的。一二三二，一二三二，一二三二二三，两个人的胸口永远不会重叠。重叠什么意思？你知道？重叠，两个人的这个。这是我的第二中心，这是他的第二中心，千万不要跳对到一起了，千万不要跳。本来准备很好，好跳，对到一起，保证你的这个第二中心跟舞伴永远是分开的。但是注意，第一中心怎么办？对在一起。所以一中心和身体力量靠近，二中心和头中间拉开。所以我跳一次，大家注意看，跳到后面，这样起步啊，一会儿大号下行，大号下行以后，四五六，一二三，二二三，三二三，四二三，二三六，二三七，二八二三，二三二。那么在维纳华尔兹左转的摆荡和倾斜和右转的摆荡倾斜又不一样，左转的摆荡倾斜是为了去超越你的舞伴而产生的，也就是说在如果跳左转的时候的摆荡和倾斜力量是为了什么而产生的。右转刚才我们说了，右转是为了贯通力量不停止，对不对？左转是为了互相超越，也就是说我们两个人在跳左转的时候摆荡力量是他后退的时候我靠摆荡力去超过他，他靠摆荡力超过我，所以我们俩在跳左转的时候是有一种力量，是什么？我到他前面甩过去，他到我前面甩过去，我到他前面甩过去，他到我前面甩过去，所以这样的能量来产生互相。而维纳华尔兹右转两个人是同时，而左转是不同时，左转是一人一次，也就是说左转的时候谁在前进做结束的锁步，谁产生大幅度摆荡的力量，而后退的小幅度摆荡，也就是说后退的人，比如说女士现在后退，她只产生小幅度的摆荡，很小很小的摆荡，而前进那一方的摆荡力量要往远而不是往上。记住，华尔兹的上午学的华尔兹的摆荡力量是跟升降有关系。华尔兹的摆荡是在升降的时候产生的 ，three and one 是通过升高的时候产生这个摆荡。维纳华尔兹是往远去摆，所以这个摆荡力量是送出去，像我拿了一个东西，拿了个石头，丢出去的摆荡，是这个摆荡，丢出去的摆荡，所以。在你前进以后，尤其是男士，比如说我们在刚才，哒哒哒哒哒哒，我在后退，他在前进，所以他这个前进的摆荡呢，他会用整个右半边的身体，而这个摆荡和倾斜几乎是在同时产生的，他的右胯、他的右腰、他的右臀和他的右边的后背几乎在同时产生摆荡和倾斜，而不会先摆荡后倾斜，记住几乎同时。而我在前进也是一样，我的。腿、胯、腰和我的后背，在我滚动这一下，其实已经开始了，因为不涉及到升降，没有升降就不需要用大腿往前往上送，所以是整个你的右半边开始往前，
王先举超过你的午饭，他超过我，我超过他，所以你的力量跟你的午饭要学会换同，一个人一次，所以每一次你前进的时候，每一次大家前进的时候，记住，倾斜的力量早一点点，不要等摆荡结束再产生倾斜，切记不要这样。倾斜力量一定要早，在你刚出发的时候就要已经产生了，摆荡也是刚出发就要产生了。哎，哇，它已经有往左边一点点的倾斜，和摆荡力几乎同时产生，几乎同时产生。明白这个吗？等一会儿，大家跳的时候注意前进，后退的时候很小，几乎都没有后退，只是在为了配合前进方，让他去超过你。所以你千万在后退的时候不要比前进方做的还大，千万不要这样，他比我做的还大，反而我会倒了。你在后退的时候大家注意，后退的时候摆荡做的越大，你就越往回倒了。都，哇，你看你会往回倒，你会这样，你会往回倒回来。所以小，你要为了下一个。很小的摆荡，就这么一点点，够了。为了下面的前进再释放出来，小一点，这里释放出来。所以你要控制好大与小的区别。右转的大小都是一样的，不管前进后退。但左转的前进是大的，后退是小的。